从施工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材料设备运输是一个大的困难，尤其是我们这个援建项目呢，大宗材料全部都是从国内采购。完了，尼泊尔是瑞入高山国家，它要通过印度中转才能到达这个我们项目施工点。这个我们后期是通过这个熟悉这种环境，各方面呢是也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材料运输。尼泊尔博物院医院是公立医院，升级改造后的这个科室全面，设施齐全，医疗设备功能先进，大大提升了医院的这个医疗服务能力。改造升级还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就业岗位，提高了当地员工的工作技能。这三年来我收获最大的反馈就是在建设过程中，医院的领导、医生、就业的患者还有后勤工作人员，他们看到我们时，无论施工作业中还是下班休息时，都非常热情地冲我们打招呼。